给你们送早餐喽，一人一个，不要抢。哎，怎么没有到二楼去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一次呀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巨大的水果蛋糕，我一定要到二楼去。听说二楼呀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宝宝呢，我要给他送过去，嘿嘿，做多多的水果蛋糕喽！哇，这些水果呀都是我喜欢吃的。哎呦，这里呀还有这么多张着大嘴巴的呢，我的天哪！你们呀都赶快让开，这些水果蛋糕呀可是我做的，我给我的小可爱们做的，你们想吃呀，你们自己做去呀，不要抢我的好不好？来吧来吧，小可爱们，给你们又来送水果蛋糕喽！快快快，一人一个，可千万不要争，不要抢哟！什么情况呀？我怎么还没有到二楼去呀？二楼的小宝宝在这里呀，都已经等着急了呢！哎呦，我可算是知道了，我一定要躲开这些障碍物，还有这些大嘴巴，一定要多多的收集这些水果蛋糕，我才可以让我二楼的小宝宝呀吃上我的食物呢！快快快，努力一些吧！这里呀，门也一定要选对，选不对呀也是过不来的。哎呦我的天，这障碍物也太多了吧，还有这些大嘴巴也特别的多，还有这些锋利的锯子呢。哎呦，水果蛋糕赶快的多做一些呀，这样我才可以给我的二楼小宝宝吃呀。慢一点慢一点，这里呀一定要躲开这些。哎，多来一些草莓，这一次我能不能上去二楼呢？哇，快看呀，我终于上来了。哇，我终于见到这一个小宝宝了，他也太可爱了吧。快快快，小宝宝，这些水果蛋糕够你吃了吧。